迎收看 PEPPO Webcast。 今天的 Webcast 秦麟要带大家来到的是一年一度的 PEPPO 公民新闻奖颁奖典礼的现场。今年的 PEPPO 公民新闻奖是第十届，十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十年来，透过许多公民记者的努力，让公民新闻被越来越多人认识跟了解。而每年的 PEPPO 公民新闻奖也都会有许多优秀的报道作品参赛。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是哪些公民记者能够把今年的 PEPPO 公民新闻奖带回家。每年年底 PEPPO 公民新闻平台与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合办的 PEPPO 公民新闻奖已经迈入第十届，鼓励公民记者们从公民的角度拍摄报道，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新闻视野。这十年下来，我想公电视的 PEPPO 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然后公视的历届的总经理在参加国际的公视 的一些会议里边，大概国际对我们公视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 PEPPO 这个部分，大家觉得这是作为全民的公共电视台实践那个新闻直接民主，而且建立跟我们跟民众连结一个最好的管道，那我们也取得很多的成就，那这都是在座的公民记者跟公视一起达成的。今年参赛作品一共有135件，报道的面向十分广泛，从生态环境、长照医疗到新移民议题都有。在100多件的参赛作品里，有许多学生公民记者的作品，让我们看到学生观点的公民新闻。在参赛者中，年纪最小仅14岁的公民记者周子欣，用镜头关心汐止山区蝴蝶复育成果，以蝴蝶效应获得短片报道组的奖项。因为我觉得我根本不可能得奖，因为我刚刚看录影片觉得我完蛋了，因为大家都好强哦，然后自己相机的画质又很差，然后我觉得评审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小所以要那个就是鼓励我一下，好，无论是不是我都觉得很高兴。喜爱摄影的公民记者陈玉仪，拍摄生长者张宪良运用 3D 列印的技术，制造出低成本高便利的义肢，帮助自己也帮助其他需要的生长朋友。材料费的成本。来自台南长荣大学的学生彭信佳，以纪录片的形式拍摄鹿竹高中拳击队的孩子，在不被社会大众关注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在拳击的擂台上，需要无比的勇气、决心与毅力。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的同学记录志工们用爱与陪伴关怀高风险家庭的孩子，还有台大新闻研究所的学生拍摄身障网球国手的故事，为身障者战斗奥运国手吕佳怡。我希望有融合式的运动。另外，从新闻专题组中脱颖而出的有资深公民记者杰力，族语新闻泰雅日把小米种回来，用行动寻回泰雅族的传统文化。PEPPO 第十年，那也常常参与 PEPPO 的活动啊，或者是每年的这个公民新闻奖。那我终于第十年，我终于可以体会洪春锦老师那可以连年得新闻专题奖的感觉。服务于花莲门诺医院的公民记者黄东龙，拍摄花莲偏乡照顾服务员的工作，点出偏乡长照的医疗问题。之后我妈妈她有来看过我几次，她说你都还没有为我吃饭，你就先为别人吃饭了。由南台大学梁丹青老师带领3位同学一起完成的作品《府城振兴帮》，以台语配音叙述一群热血的青年如何将一条冷清的老街重新振兴的故事。红叶仙剑路漫漫。深耕台东的公民记者懒人居休闲生活网拍摄红叶部落迁建的困境，部落南侧的野溪温泉，以及同样是拍摄台东地区议题的南华大学传播系同学，探讨台东医疗资源缺乏的问题。公民记者们多元观点的报道，为公民新闻注入丰富的在地故事。今年 PEPPO 平台也感谢3位默默耕耘与付出的公民记者，来自信阳坪社区大学的公民记者邢慧。我的努力，居然我们 PEPPO 公民新闻平台的老师们他们看得见哎。那被看见的感觉真的很好，5年来真的很辛苦，新闻公民新闻真的不好做，真的很花时间，尤其我又是上班族。好，谢谢你们哈，真的谢谢你们，爱你们。
和香港传播领域教授、公民记者 TK 张。我更要谢谢这个公视的公民新闻平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公视呢，提供了很多公民呢能够从事新闻报道，从公民的角度呢看台湾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跟机会。以及服务于 NGO 的公民记者顺载，成了公民记者之后的收获就是我懂得去问问题，然后让别人去说话。那我自己不会说话没有关系，反正我只要提一个问句就好了。感谢公民记者们多年来对 PayPal 平台的热情参与，期望未来有更多朋友一起加入公民记者行列，让公民新闻走出一条有别于主流媒体的多元之路。透过今天的 Webcast 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 PayPal 公民新闻奖颁奖典礼现场的感动，再次恭喜每位得奖者。但是没有得奖的公民记者朋友也不要灰心，你们的报道其实都是很棒的，也期许大家在明年继续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为我们带来更多更优质的公民报道。 PayPal Webcast， 我们下次见。